晚上好，终于可以玩 PS4 啦！终于可以玩 PS4 了。突然想把模组包丧尸改成平顺。安安建成 ，Hello， 嗨，平顺 KB， 终于安安。现在几点啊？今天是有早一点点开，也还好哦，因为昨天比较早开，因为昨天有工伤，所以昨天比较早一点。烟熏鸡腿，好想吃啊！嗨，皮膜。青红、阿光、曾毅、曾亚、曾金亚没有玩人龙哦，因为那个我想把原本的先玩完，再来玩新的。对啊，我是这样子想的。嗨，云阳、季安、恶魔猫、嗨，蛋糕姐、阿光，对，我看啊。然后其实十二月还有蛮多的游戏可以玩，然后夏天也就是赞助我蛮多，就是他有donate我很多的那个游戏片，但是我现在可能最近要玩手游玩比较多，所以有时间就可以赶快来玩 PS4 啊，要不然我 PS4 可能就会就是升灰尘了。我要回去用台北手机看，下载也没办法玩，为什么？我回去下载，我在台北要用手机看。哦，因为你现在在台北，对不对？真的不错，玩过体验版后，所以终于你玩了体验版了吗？嗨 ，Miss， 焦掉的 Olen， 哎、欸，你们真的都去吃的，你们很过分呢，每个都是吃的，焦掉的 Olen， 嗨，小伟。都快被 PS4 游戏追，就因为12月是大作啊，然后明年的电玩展我还考虑想要买一台 VR 来，因为 VR 后来应该之后也会蛮多人就是玩的吧。对啊，只是现在大缺货啦，一直到不知道明年2月电玩展那时候会不会有货。对，人龙6体验很赞。我今天抽了神魔25，抽两沙蛋，真的假的？水神没有西瓜，快疯了，就差西瓜了啊！会不会后来神魔发现西瓜比沙蛋好，然后就那个倍率调低？还是觉得 VR 都没有新游戏？对啊，好像也有人这样跟我讲说，其实 VR 的新游戏不多，对不对？除非他有支援 VR 的游戏。但是不知道他明年电玩展之后会不会就是更多游戏可以支援，就是在之后要看看是不是有很多游戏都可以用 VR 玩。但才刚开始有进入剧情，结果就要等正式版之后才能继续，应该是只有第一章节吧，就是他可能分很多，是不是只有第一章才能试玩这样子。西瓜有火炎，伤害真的比沙蛋还要高。对啊，倍率比较高，没有的话差不多。然后昨天打的那个地狱级的卡片是不是有问题啊？嗨，杨哥 ，Kobe， 我要抽旗。队长技能有问题，其实我也没注意耶。会玩 FF 吗？我看到小线最近也在玩，然后也蛮多实况主都在玩太空战士，但是我现在手上没有，加上要玩的游戏太多了，对，所以就摆到后面去吧，因为现在也没有这一片游戏，我现在手边也没这片，可能就是等现在有的能玩的就玩这样子，对。
下次再更新会改回去。嗯。我忘记我上次玩这一款游戏，我上一次玩那个《二零古堡》是什么时候啊？还有人记得吗？好像有一段时间，好像一个礼拜了哦。这一个礼拜打开一次这样子。对啊。安志伟，还记得玩到哪里吗？我记得玩到大叔跟小女孩，就是，他们就是爬到很高的地方，然后我打了一个大魔王嘛，打了一个 boss， 对不对？然后小女孩被一个那个老女人抓到，对，他就说你是我培养的，什么什么之类。他就说为什么我的脸那么烂了，你都还是正常的。然后我想那个小女孩可能要崩溃，她要变成大恶魔了吧？我在猜是不是这样子啦。但是可能现在要玩，应该是玩到女生的剧情那里。对，11月几号啊？我刚忘了看欸，11月几号？上一次玩的时候是。刚刚显示11月几号啊？安安玄月，嗨子英，打个招呼就要睡了，没网路。哎，看一下前情提要。这个半缸的那个，去求两个干喝啥？打大 boss。这个变态的女生，神经病。就是到这里了，被他抓住了。嗨，钳子。完蛋了，我在想那个女孩会不会就是爆发之类的。就变成大恶魔，哎，总共是4章，对不对？还是有到5章？反正我们先把 Bad Ending 玩完，看剧情怎么样。死亡树我们解脱，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对，就是玩完之后，我们再看要不要把那个 Happy Ending 玩一下，就是好的结局啦，就是女主角没死这样。You're perfect. Perfect. 好变态的女生哦。6 months from now, you're going to awaken as me. Wake up, 吗？ And the world is going to be very afraid. So good night, my darling. Sleep well. All this time, 开始要有难度了。My whole life, 我的上辈子都在为了这些时刻准备，迎接我真正诞生。这个该不会要打大魔王了？大魔王了吗？ The cause of our misery.嗨，梁冰，今天有玩神魔吗？没有。What is this place? Doesn't matter. Let's find the overseer. 找到监察者。水库的开关啊，只是换左右边而已。改变了水的流向。
these areas. And she's been watching our every step. 疯狂的女子。嗨，五九四，影响。不是下一关的路线影响什么？不是已经那个确定我的结局是不好的吗？这应该不会有丧尸的，因为这里铜宝石欸。There's got to be some way to reach the other side. 到另外一边去。What do you make of it? I don't know. I just can't figure the overseer out.咦，这是哪里？我是跑出来了。对，然后不能上去啊！只有这条路吗？真的耶，我扒出去。房间里找一下，要找什么？我刚有 miss 掉的东西吗？花瓶可以打破。There's someth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aquarium. 为什么没有枪？哎，我都没有枪哎，也太可怜了吧！我上次玩到都没有任何枪哎。嗨，四一。用刀就可以划玻璃，哇！我还用开枪。莫要说水族箱后面有东西，怎么办？那要去哪？水族箱后面有东西。水族箱睡在楼上吗？往上走，这个会有影响吗？刚刚那个房间，好了，回来，往上走。水族箱都没有东西，
开关关。对游戏不有影响，不是那个，不是是花瓶旁边。哦，这个。The floor looks like this aquarium has been moved. 来看水族箱是引动物。哦，所以这个可以推吗 ？I can't move it when it's this heavy. 那怎么办？它后面有个开关呢。要怎么开啊？打破是不是？放鱼出来。害怕哦，搞到最后。You came all this way just to say goodbye. Oh, I'm touched. It's already done. I've conquered fear and earned the right to become a god. Come out from behind that glass so I can choke a god. 把神掐死。All that remains is one final test, one last threshold.Is she even listening to us? 反正也剩下一段了，是哦，用不到子弹吗？ And soon, it will be mine as well. 他把自己炸了吧？是吗？ I will share in his fate. 分享他的命运，然后我会超越他。I will surpass him. What are you trying to do?Escape. Oh! Why? Just like that. 哎，他怎么会？哎，他是他的分身吗？假体是不是？我可以回去吗？啊，我们要怎么逃？怎么逃出去啊？出不去耶，这怎么逃？这可以射吗？不行欸，可以出门吗？哦，可以哦。我刚刚为什么不行按？我以为他刚刚那个不能按。可是那个女的怎么会死掉？
也做的跟迷宫一样。收起来啊！你要弄啊？啊！我拿走。为什么？要啊！这里有锁。可以开吗？这里还有一个。行了行了。不对劲。哪里？新饭店来了。在哪里？谢谢，谢谢。等一下，我有东西。订阅，谢谢喵喵。在哪里？我没办法换队友。哎，靠！啊！靠！再来一次。啊，这怎么看？好恶哦！这怎么看他？我以为要一直按他，还要救他哎、欸！有人要按住，可是他又不是小女孩，他又看不到他。她不是小女孩啊，怎么办？丢这个烟雾了。You're right. I can see it, but there's something in here with us. 啊！救命！啊！救命！你拿到烟雾瓶可以丢过去就会现形了。烟雾瓶是让他瓶哎，只有一只而已吼，还是我绕过去了。哎呀，要求又有东西，别走这，别走这，我没有烟雾瓶了，我只有一瓶而已，别这样。别这样！
紧急入口。紧急出口。怎么走这么慢？才去哪里？放在这里吗？不能，好，再过去。动作快一点！没时间了，快点。啊，这里。他好生气。那我怎么救？怎么那个啊？怎么打开这里啊？这里还有一个。推开！他怎么推开？怎么办？这两个堵挡在这了，那个。哦，里面也是空的，北七呢？我想说。
帮我开路。哪边走？客人了，为什么你这样他来这里？他就这样死了吧？该不会他是这样死了吧？回头了吗？让我看看他。哎、欸，他自己跳下去了、欸，我没有按呢、欸。他自己跳了。对啊，一开始就跳海，是不是两个人都有救？哎、欸，他变。那个女生她变那个了耶，那她被压死，她会变成那个吗？丧尸吗？她如果变成丧尸的话，也是被压死的啊！啊，就算变了还是被压死啊，没救了！当初真的直接跳海就好了，你看到时候女人还是跳，没救是真的死了，坏的结局判定啊！所以当初他没有救他，所以这个也没救他。那如果好的结局就是，莫莉拉那时候应该要救他，然后他也会救他，克雷也会救他，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坏的结局，原来坏的结局就是他被压死，对，就被石头压死。但是也不错啊，他是被石头压死，不是被那个女的害死，你知道吗？不是被丧尸，他是为了救他朋友。对，而且不是被丧尸咬死，就真的前面不用在那边推箱子，两个一起牵手跳海就没事。对啊，好痛！警卫在赶人了，怎么了？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真相，但没看到。应该换小女孩。哎、欸，没有，是继续。Open your eyes, Claire, wake up. Claire. 哎、欸。Mary. 哎、欸。What happened to Moira? Was Moira with you? Mary. Oh God.I'm so sorry. She's... I tried to save her. I should've... 女的有被救回来哦。你知道是被救回来。Moira.
嗯，对啊，结果他还活下来，可是走到坏结局会有两段玩不到、哦。从那个分尸体重玩，好，现在挺快。对对对对对，就是重玩那，就是要重玩结局。Moira， 娜塔莉亚，Are you okay? Hey, what happened? 哎 ，Natalia, sweetie, where's Wesker?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啊？他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Okay, well, what matters is that you're safe. Wherever she went, we could still catch her. 对啊，我怎么会在这里 ？No, I just got the wind knocked out of me. You know where Wesker went? I think she'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ountain.All right, then we better double back up the cliff. They use it to control the water flow. 我有点头晕嘞，我一定要出到马克杯的钱，加油！你现在有多少了？零用钱。休息一下好了，我现在有点，我想有点想吐，一定是刚刚一直在那边逛圈圈。这个章节有点硬，收起来动一动好了。中场休息广告，对啊，迷宫转很大。大家都在泡温泉，对啊，都现在还在泡温泉当中。中场工商时间。好，看台不要看太久。我开多久啦、啊？一个小时吗？没有吧，应该才几分钟而已。我记得我才刚开而已啊。Up time。后面结局有点硬。紫樱到家了。刚才的水闸门就是影响这边你要走哪里而已。哦哦。原来哦，对啦，这个就是刚刚那个水夹啦，会有影响。我要走哪边？左边、右边有差吗？开左开右有差别吗？走两边的路不同，是不是？嗯，喝喝来喝喝。怪物跟宝，
配置不同而已，没什么影响哦。那其实还好啊。What's that over there? That building might be a way up. Let's start heading in that direction. Ooh.好，要休息就好。好，这张打完应该，哎呦，哎，这个打完应该不知道会多久哎。哎呦！这每个很多路可以走哎、欸，走开呀、啊！很烦。嗯，我刚刚从哪里来的、啊？假哎、欸，我刚刚从对面下来。咦？还好我吃员工餐厅的很饱，怎么办？我还四十分钟，我就有点想吐了、欸。也太夸张了吧！我三天怎么这么严重啊？救救我！啊！跟没有睡好有关系哦，没睡好会加重哈，真的假的？你这些怎么办？
休息俩赛，对啊，压力也会。今天熬夜，隔天坐车必定晕车。哈，真的假的？你会哦？只因会这样子哦？如果你熬夜没有睡饱，隔天坐公车也会晕哦。你玩 VR 也会晕哈？那我玩 VR 也会晕，怎么办？我觉得我要休息了。真的玩完一张四十分而已，对啊。事情一多就想吐。他先退出好了，他应该也不会储存吧？因为我刚刚应该也玩到那个啊。可以玩别的，是不是？玩 VR 前先吃晕车药。